大家好，我是木兰，我现在在合肥的高铁站里边。今天是2020年2月22号。我现在坐车准备返回西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坐这趟车的人还是挺多的。现在呢，就是去西安的高铁就早上这一班，其他的班次全部停运。好，开往西安。哎呀，看到这个字儿就亲切。啊，美女，这个是六车吗？合肥号动车组列车。谢谢啊，请注意车位，请对号入座，将随身携带的物品妥善放置在行李架上，让我过一下。我现在已经坐上高铁，准备返回宝鸡了。这趟车呢是合肥发往西安的，运行总共是5个多小时。合肥到西安的每天的车只有这一班，下午都停运了。早晨7:22的，然后到了西安之后再换乘到宝鸡。看看车厢里的人不太多，车厢里边也挺暖和的，有暖气。朱迪，车已经开了，我现在心情很激动。也很高兴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左边这个纸质的这个票呢，是我今天从合肥上车的车票。右边的51块钱是我网上购买的换乘宝鸡的车票。车上1个小时，基本上1个小时就要消毒一次。此列车停止接待旅客到餐车就餐购物，工作人员将到车厢售卖盒饭和商品，请您在座位上等候。果汁跟矿泉水要不要了？那就不要了。便宜一点的米饭30，有40的，面条25，算了，我就吃多上5块钱吃个米饭吧。耶，这饭还不错呀，30块钱这饭。先吃一口肉再说。狮子头，大丸子。年份沿江冠名的品牌列车提醒您，列车已经到达华山北站。Dear passengers, 我们即将到达西安北站，请您整理好行李，避免错拿或遗忘。请您在下车前调直桌椅靠背，收起小桌板、脚踏板。感谢您一路上给予的关心和支持。现在，不用出站，就从这个地方上去换乘。然后，在车上的时候，列车员已经给帮着把这个登记表已经填好了。现在用这个2维码扫码出站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安高铁站，这个大家都在等着坐火车。我现在正在坐在这个西安至宝鸡的这个动车上，这车上人还是挺多的。宝鸡，我终于回来了，太不容易呀、啊！终于回到宝鸡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这是干啥？不让出吗？扫码，扫码。哦，要扫码呢。幸好我在车上已经信息登记完了，
所以我出站非常的顺利。身份证拿出来，测个体温，我就出来了。我现在已经坐上出租车了，准备回家。你看现在我们宝鸡这个保护措施多么严，你看这个乘客区和那个驾驶员这个区域它都是封闭的，然后只是在中间这画一个洞，然后是透明的，但是它也是给你封闭严的。我终于回来了，我到家了，现在是6点钟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刚才在门口已经登记过了，隔离14天，从今天开始算起，那就隔离吧。那在自己家无所谓了，洗个澡，麻溜的洗个澡。哎呀，然后的这些衣服。赶紧脱里边，洗帽子、口罩。哎呀，累死了！哎呀，哦，啊，太累了。哎，洗个澡干。哎呀，这俩干累的。真累，哎呀，把衣服洗了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休息了。